控制好你的表情，不许笑哦。你是个狠人啊！真好啊！小刀，开的药方可厉害了，他叫莫非，也是我的病人。世界上一切噪音都是他的敌人。有的时候，让他崩溃的声音，甚至不过是一只儿童摇摇机。也可以啊。谁能赢我剑？鬼哥，你不高兴也得说，疲劳驾驶不好，真的太危险了。鬼哥，问你话呢，不让你白费了。我可以用我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跟你交换。哇哦！怎么，动心了？我怕你回来把最宝贵的东西给我，你那东西给你未来丈夫更好吗？我说的最宝贵的东西是我的天赋。そうですね。我发现了你和神医之间另一年的往来账本，原来你们俩是一头的。你神经病啊！你这个棒槌！快手。拥抱每一种生活。